海狮宝 VL235B 双光源智能台灯，在智能界网免费试用中，快来申请吧。前不久三星发布旗舰平板 Galaxy Tab S6， 不过发布会上并未公布价格。近日有外媒报道，三星 Galaxy Tab S6 已在美国开启预售，128GB 版售价649.99美元，约合人民币4600元，256GB 版售价729.99美元，约合人民币5200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Galaxy Tab S6 仅有 WiFi 版接受预订，下单客户还可以以50%的折扣优惠购买键盘，需要额外支付90美元，约合人民币640元。再来回顾一下它的配置，三星 Galaxy Tab S6 采用 10.5 英寸显示屏，分辨率为2560×1600，搭载高通骁龙855旗舰平台，提供 6GB 加 128GB 和 8GB 加 256GB 选择，前置800万像素，后置1300万加500万双摄，电池容量为7040毫安。它的最大亮点之一是配备 S Pen，通过 S Pen 可轻松书写笔记、涂鸦，而且它搭载 BLE 远端遥控功能，即使平板电脑不在身边，使用者仍可以通过 S Pen 自拍、拍摄或控制正在播放的多媒体内容。此外， Galaxy Tab S6 搭载 S Pen 支持无线充电，官方介绍 S Pen 充电10分钟可以提供10小时续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Galaxy Tab S6 支持全新改版的 DX， 可无缝切换到桌面，提供类似 PC 的使用体验。 Galaxy Tab S6 的这个价格你会购买吗？好了，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，更多有趣高能资讯就在智能界，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试用中测频道免费试用新品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。